你们觉得我今天很像一个礼物？比如说，如果女生问你说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像个礼物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我会一头问号，我好像看到了鱼刺卡在了喉咙。确定吗？我上次看完双彩虹没有啥好示范。让我来对着信箱开心的。啊，行。打开，关上，走人，拜拜，晚安。我觉得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造成的，这里的女嘉宾没有一个能够看得到他，所以干嘛一出来就把自己定位为管家呢？成管家了吧？成管家了。